近日，在日本网络上有一位62岁大叔的照片点击率超高。当你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，估计是既会感到好笑，又会感到有些无法直视。不管走到哪里，这位大叔都是身着一身日本少女标志性的服装水手服，因此也被日本网友戏称为水手服大叔。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打扮成为一个日本美少女时，大叔则回答称，水手服穿在自己身上看上去还不错。要知道，在日本学生妹服装是很重要的一种文化元素，过去的几十年在多个领域被广泛运用。大叔的出现也给日本的水手服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，而大叔自己也表示，希望这样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惊喜和刺激，给日本带来一些生机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他是复仇中那个卖得了萌、耍得了心机，集聪明机智和帅气于一身的 Nolan。 他是从名模到明星的 Gabriel 们。Gabriel 优酷独家粉丝会，不见不散。